尚雯婕在参加歌唱比赛的时候呢，给自己的定位呢是知性的，可是在之后的公众场合出现的时候呢，她都是以标新立异的造型出现在我们大家的面前，让我们眼前的着实一亮。其实我个人认为呢，她造型方面的转型呢是相当的成功，因为呢吸引了很多朋友的目光。那么今天的第一首候选歌曲呢，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尚雯婕的新歌《什么什么》。在这支歌的 MV 当中呢，她再次尝试了烟熏妆的造型，而且呢化身为中世纪的冷艳女王，在四个造型非常奇特的侍卫的陪伴之下呢，在商场之内呢是大肆的 shopping。 而且呢我要告诉大家的就是，这首歌的词曲创作者呢就是苏打绿的吴青峰，一起来听听看。在遥远山脉背后，风吹散一座沙漠，在拥挤人群里头，我已是一个纽扣。Thank you.